好，请看化落天长行的第二句，极尽因光明天王得舍离一切攀缘邪陀门。天王名号的表法了，前面都报告过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专门来探讨啊，他所修学得法的这个法门。啊，他得的是舍离一切攀缘。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的比较多一点，他说攀取缘律是祸病之本，或是迷惑，也就是说明祸业苦这三桩事，那个根呢是迷惑，因为迷惑才造业，造业才受报啊，所以我们想不受这个虚妄的果报，那就决定了不造业。要能够免除造业，一定要不迷惑。啊，所以这个惑是属于无明，在十二因缘里面，无明缘显，那个无明啊，就是惑。它不是根本无明，因为二乘圣者没有能力断根本无明，根本无明一定要化身大士，他才能见到。所以这个地方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明是属于知末无明，也就是说六道轮回的根本，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因此判取缘律这个念头，每一个众生都有，我们不能讲每个人，六道里头天人有，阿修罗有，畜生恶鬼地狱通通都有。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佛告诉我们，这是无始界以来我们迷失了自信，从根本无明升起这个知末的无明，堕落在六道里面，没有出头的时候啊。诸佛如来为我们示现，这个地方是示现天王的身份。那么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第一段善化天王，这是化落天的第一位，极净因光明天王都是属于
花落天的，花落天是第五天，欲界第五层天，示现天王的身份，来教导我们。欲界第五天算是相当不错了，真正的也算是得到自在了，一切受用随心所欲，变化所生啊，这个在欲界里面福报相当大了。这样的福报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修得的，不是信德。信德的福报是在十法界之外，十法界之内都是属于修德。他修什么呢？舍离，舍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攀缘，攀取缘律。清凉大师用这四个字来解释：若心境无德了，舍攀缘。这从理上讲，我们为什么舍不了？舍不了，也就是为什么放不下？我们总认为呀，心有，境界也是实有。心呢是能得、能取，外面境界是所得所取，认为能所都是实在的。这个认识就错误。这个认识就是惑病的根本。所以对于外面境界攀取缘律的念头，非常坚固啊。念念不忘，他怎么能放下呢？佛教导我们放下，一定是先教我们看破。世尊确实在49年讲经说法当中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课题。你看他讲般若讲了22年。般若经的内容是什么呢？要是把全部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不可得。能得的心不可得，所得的境也不可得。所以你真正了解心境俱不可得了，这个攀取缘律的念头自然就能够放下。对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没有能搞清楚、搞透彻，这是决定不能够放下的。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契入这个境界？佛法虽然说的多，我们听了也不能说不懂啊，听了也欢喜，但是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没用处啊，还是要搞生死轮回。所以在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清楚。解悟啊，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真实的利益呢，是要证悟啊，解悟不行啊，所以悟有两种啊，解悟跟证悟啊，解是你明白了。你没有做到啊，也算是很难得了啊。所以解悟是福报边上的事情，是属于福德；证悟才是功德啊，功德才能解决问题，福德不能解决问题。六祖在《坛经》里头也说得很好，这桩事情福不能久啊，福报再大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就一定要明白福根祸两个相比呀，福小啊，祸害大了啊！什么道理呢？福是善因结成的，祸害是恶因结成的。我们想想，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如果我们很冷静地观察，观察一天啊，我们从早到晚啊，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很冷静地思维反省，我这一天处事待人接物，我起的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决定是恶念多过善念啊！一日如是，一年也如是，一生呢亦复如是。你就会想到过去生生世世，我们累积的是恶念多、恶业多啊！这个恶念、恶业，果报在三途啊！善念少啊，所以我们到人天来享福啊，正是我常举例讲啊，我们出去旅游啊，观光旅游啊，度假了，度假的时间总是短的，假度完了赶紧回来，回来就回到三恶道去受报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六道里面众生，三恶道是故乡啊。三善道是出去做客，这话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听了以后啊，要有高度的警觉，这个日子怎么能过？啊，卧道里面的状况，诸位念念《地藏经》就明白了。佛对于这些境界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大乘经》里面常常说到啊。佛在楞严会上讲六道轮回状况啊，他讲的细，讲七道，除六道之外啊，外仙道
这比较少讲，但是七趣里面讲地狱道啊，这个经文占了二分之一，其余的这个六趣占二分之一，地狱这一道占二分之一。世尊为什么要那么详细的来说？地狱太苦了，地狱很容易堕落。换一句话说，进去容易，出来难啊！世尊苦口婆心的教诲，唯恐我们粗心大意，堕落在其中。慈悲到了极处啊！我们要想免除三恶道的苦报，这一次机会也遇到了，尤其遇到最殊胜的法门，念佛法门啊。可是念佛法门虽然容易，你一定要把攀缘心放下，你念佛的功夫才能得力。如果缘虑心放不下，遇到这个法门，只能说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是李炳老所讲的，你在轮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受啊。李炳老讲不免长劫轮回，这个机缘遇到不容易，遇到之后一定要真正的把它抓住，放下万缘，一心专念。纵然学菩萨道，弘法利生，帮助别人，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是我们附带的，不是主修的，主修的要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主啊。帮助别人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这个缘是什么呢？缘是机缘，自然成就的，不是我们去制造。我们有心去制造，就是攀缘。攀缘，你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个自己要常常想啊，随缘心是清净的。随缘对于自己的功恨没有妨碍，攀缘有妨碍。攀缘，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不行啊！说老实话，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都随缘。我们细细观察，细细去想想，哪一个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攀缘帮助众生？如果佛菩萨有攀缘的心，立刻就退堕了。小菩萨有，常常退转呢。大菩萨就不退转了。你要问他为什么不退转？
攀援的念头没有了，这才能保住不退转呐。啊，我们拼命去做好事，为什么做好事荣耀啊？好事人家赞叹呐，这个念头就坏了。所以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在那个极微细的一念之间，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才有一个学习的处所。这个注解里面引用《维摩经》里面一段话，净明问极品经云，何为病本呢？这个病是生死之病、烦恼之病、轮回之病。这个病的根本是什么呢？佛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就是根本了，就病本了。答复的时候未有攀缘，攀缘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所有修行人不能除十法界的根本。何所攀缘呢？是未知三界。换一句话说，因为有攀缘心呢，才有三界。这个攀缘的心有大小，有浅深不同，越是往下面的攀缘的心呢越严重。六道十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呢，攀缘的心越淡薄。但是它还有啊。如果这个攀缘的念头没有了，给诸位说，别说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这个人就到一真法界里面，我们称他做化身大士。化身大士就算成佛了，禅宗里面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呢，他就是分真佛了，就算成佛了。那么由此可知，攀缘这个念头啊，障碍我们功夫，障碍了我们精进。那么由此可知，断判取缘律是我们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功课。所以佛祖教我们随缘度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依教奉行，这个人身心自在啊！啊，我们现在人讲啊，没有压力。攀云有压力，身心都有压力。啊，我们今天讲是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啊，世间人攀援之心害他一生呐。啊，实在讲，快乐的生活不是没有啊，有啊。他不知道啊！我在往年有一次，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去讲经，啊，这大概总有20年前。这个计程车的司机给我诉苦啊，说工作很辛苦，钱很难赚。日子很不好过啊！我跟他讲，我说日子好过啊，现代这个社会富裕跟过去确实不一样了。现在赚钱不难的啊！我说你一家四口，你开计程车，计程车收入不错。我问他，啊，要照很节俭的生活，你这一个月，你的一家生活费用，你工作几天能维持？他告诉我的是，如果照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概10天，啊，10天的工作，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就够了。为什么不够呢？攀援心。今天看到邻居买了什么好东西了的话，天天跟人家比赛嘛，那你这个生活当然苦啊！啊，谚语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嘛，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我说，如果你要不跟人家比赛，譬如，你买了个电冰箱，这个电冰箱好好的保养使用，至少可以用10年了。啊，你做一件衣服，啊，你好好的这个爱护它，这一件衣服也能穿个10年20年呢。何必天天跟人家比赛呢？啊，天天要讲求什么？这个时装啊，新的款式，新的样子，今年流行这个，去年刚刚做的，说今年不流行了，穿出去啊，人家笑话难为情，你说你这种心理不是害死人吗？啊，我就跟他讲，旧的衣服穿出去是人家笑话，笑话是他笑啊，笑死了是他死啊，我不死啊。啊，真的能笑死人啊！多死几个人好啊！所以不受他的诱惑，不受他的影响，你的日子多好过。我跟他讲，你工作一年可以休假2年，你想想对不对的？他以后想想我的话，哎，也不错。你要是原律心降低了，减缓了，日子很好过嘛。啊，一般生活水准是普遍提升。啊，我们看看谭旭法师啊，在这个念佛论后面给我们讲的那个倾倒。
一个女居士姓张的，念佛往生。那个时代生活真苦啊！这个女居士的先生拉黄包车的，这个诸位现在都没有看过，体会不到啊！一家四口，一天不工作，一天就不能过日子，生活就没有着落。拉黄包车能赚几个铜板呢？所以说，物质生活跟过去那个时代比，这是50年前的事情了。普遍提升了，现在物质生活不难了。只要你肯勤奋的工作，生活都能过得去。你何必攀援？何必跟人家比赛？佛菩萨祖师大德，无论世现什么样的身份，都做出借鉴的样子给我们看。借鉴是美德、性德。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学生赞叹老师，大家公认老师有5种美德，其中有借鉴，温良恭俭让，夫子的生活借鉴忍让，诸佛菩萨也如是。这个就是教给我们放下攀援的心。佛菩萨所修集的功德，世间圣贤所修集的功德，我们比不上啊。他功德的成就是随缘成就的。正是普贤菩萨所说的随喜功德。决定不是攀缘，攀缘是造业。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学佛而对于佛法产生误解误会，错会佛的意思，把攀缘当作功德。不知道尽心尽力就是圆满的功德。他不懂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这么多，讲的这么清楚，可惜他体会不到。我们确确实实知道很多人，想在佛门里面修积的功德，自己没有钱去借高利贷，付很重的利息，这错了。你想想看，造成他自己身心的压力，他是不是真的做的功德？没有。功德是清净心做的，佛家里面常讲净财啊，借高利贷的拿来的钱不净啊，这个财不清净啊。净财那个净字怎么说呢？你的心清净。你借高利贷，你心里有负担，你心不清净，这个财拿到佛门里不净财啊。劝人家发心，要人家欢欢喜喜。
这个是属于精彩。如果别人是被逼的、被迫的、不得已的，不是甘心情愿的啊，因为你的面子不得不拿出来的，这个财都是不精彩啊。所以一定要他明理呀、欢喜呀，而且是他在他自己能力之内的啊，他在生活当中可以能够借鉴一点出来的啊，这个才是精彩，这个才是真实功德。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啊，想到现在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弊病啊，所以我们的修行不能说不努力，不能说不认真啊，很用功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收不到成效啊，这个就应当要认真去反省去检点，我们到底错在哪里佛法真正的效果，诸位要晓得，就是烦恼清智慧长，这是效果啊，所以法喜充满了，身心自在啊，这个是佛法修学真正的受用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一句话，他说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诸位听听，享受啊，烦恼不是最高的享受啊，那自在才是最高的享受啊！我们要舍弃攀取缘虑，唐朝庞云居士做了一个最佳的示范，那这个一家人了不起啊，佛法里头有受记的，一家都是菩萨啊，他家里相当富有啊，啊自己舍弃了功名啊，不做官了，在家里面休息啊，过着很自在的生活啊。这有一天，他把他家里的财产啊，全部装在一个船上，把这个船划到江中心啊，长江的中心呢，在船底炸个洞，全部沉下去了啊，全家的财产统统沉没了。他做这一桩事情主要就是留一句话给世人，世间人一定问了，你这么多这个财富沉到江里多可惜啊，你不要了为什么不去做点好事啊？啊，人家看到这个这种现象一定会问这个话嘛。他答一句话，这一句话永远流传在世间，好事不如无事，这个道理深了，太深太深了啊！以后他过日子，这传记里的有啊，他编草鞋，编草鞋在新加坡看不到，大陆也许还有啊，恐怕现在也不多了。编草鞋，每一天编几双草鞋，卖几文钱，拿这个钱买米回家过日子。啊，过得很舒服，很自在呀。
他往生的时候叫他的女儿出去看看是什么时候了，他女儿知道女儿在外面说时间还没到了他自己再出去看看，他女儿在屋里坐就往生了。好，哦，这个丫头还要我料理他的事情之后才能走先走的人后人要料理后事嘛。一家生死自在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成就？攀缘心没有了，真正放下了，得大自在所以物质生活所需诸位要晓得非常有限今天吃饱了不要想明天的世间人就是有攀缘有顾虑，那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呢总是会想明天的，还要想明年的，还要想后年的，想的可长远了佛菩萨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不可得嘛。想什么呢？所以这个谚语说得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到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说冤不冤枉？明白这个道理呀，积功累德就好这个是诸佛菩萨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间断他做的德，就是存心利益众生能够舍己为人利益众生长存此心呢，这是德。功呢，那是看缘分有机缘就做这个机缘时时刻刻都有就看你认不认识，你会不会抓住我们走路看到路上人家丢的果皮这个果皮不小心踏上去会滑倒，你能够把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面，这就是功德嘛看到老年人过马路马路上车很多，你能够照顾他帮助他安全过去，都是功德好事，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桌子椅子没有摆正，把它扶正一点；不干净，随手擦一擦，擦干净，都是功德念念有利济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大德。时时刻刻肯帮助人，不必刻意去寻求，遇到就做。
啊，你的心才安了，不要去找啊，什么时候遇到，随手就做，这个就是功。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利益别人，决定不求果报。啊，养成这种习惯呢，那就是诸佛菩萨的行义了。啊，要在生活当中养成这个习惯。自己心性，自己的生活都能做别人的好样子，那是大功德。啊，就在自己本分的生活上啊，入佛都是这样讲。啊，你过的是富贵的生活，给富贵人做好榜样；你过的是贫贱生活，给贫贱人做好榜样。这都属于菩萨实现的。啊，富贵人多做一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慈善福利事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教育。啊，教育是慈善福利事业最重要的，无比的慈悲心呢，真实的救济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而不是说他没有衣服穿，啊，送几件衣服给他；他没有东西吃，送一点吃的给他；啊，他没有房子住，我们盖房子给他住。这是救人一时，教育是救人一世，不但是一世，佛法讲的是教学是救人慧命啊。这个一时是救人生命，生命是一时的，慧命是永恒的。啊，在佛家叫杀生，断人生命，那个罪不重啊，断人慧命可不得了了。啊，断人慧命都在阿鼻地狱。啊，断人生命的罪就轻了。从这些教义上来看，才晓得真正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教化众生。我们从事实上来看，孔老夫子一生教化众生，夫子当年在世生活过得很清苦，并不富裕，平民生活，他一生的事业教学，他的功德永垂不朽。你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做帝王将相的人多少，今天谁知道，都淹没不彰了。孔老夫子是个平民，两千多年之后，多少人纪念他，多少人听到他的名字生恭敬心，不谈中国人，连外国人都不例外。这是功德永垂不朽啊！那么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带着这一群弟子到处游化，也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每一天出去透波，一分钱不收啊！啊，那个时候不收金钱的供养啊，接受信徒供养只有四种：饮食啊，每一天就透波的一波饭接受；衣服啊，衣服破损了接受人家供养衣服啊；卧具啊，晚上睡觉，印度呢是热天。这个卧具简单了啊，草地上铺一块布啊，做垫背，盖的呢，盖的是三衣啊，这三衣一波，这三件衣晚上当被子盖啊，那个铺在地上垫的，我们现在叫具，具本来是卧具。现在用来做拜佛，铺在这个拜殿上，这都不如法的。这个卧具原来是铺在草地上当垫背用的。生活这么简单，今天世界上多少人呢？拜佛，多少人礼敬佛。所以佛做的是真正的救济众生的大事业，救人化身惠民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一生所有信徒对他的供养，他全部拿去印经布施，救济众生，化身惠民，没有做别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北方有灾难，他也随缘赈灾，赈灾钱从哪里来呢？从印金钱里面拨3000大洋。去赈灾，这个记载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里面，那个大师讲演的时候说出来，所以我们才明了他所有的这个力量通通用在发布时因为他自己是山西人家乡口音很重在南方这个讲经说法了，一般人听不懂所以他一生自己就没有讲经的，完全用文字他用文字来弘法早些年清朝末年定海知县请他老人家去讲经说法，他请人代讲自己没去，请别人代讲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胤祉文我看到这些资料那刚刚学佛的时候非常奇怪一代祖师人家知县的知县县长请他去讲经，他派人去讲胤祉文那个时候我们想不通现在才知道事出世间善法奠定在因果的基础上，人要不相信因果了，这个佛经是念不下去的大乘经论呢给他讲了也是枉然了所以
事出世间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因果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佛法全是一个因果。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所讲的一尘因果，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印祖这个做法正确，真正是应机而说。这个地方是初学。他们只有这个程度。这个程度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说老实话，程度比我们现在都高。所以说这些东西他们能相信，他们能得受用。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人家不相信，说我们在搞迷信。大乘经论里面理论很妙啊，谈玄说妙，他点头，得不得受用呢？不得受用。所以真的是玄谈了，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一定要从根本学起，无论我们学的多久，即使到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都不能舍弃因果。十地菩萨等觉菩萨还是修学五戒十善啊，没离开啊。观经三福是大乘佛法的基本法，一开端教给我们孝亲尊师。孝亲尊师的意思太深太广了，几个人懂得？感应篇汇编讲到忠孝这两个字，注解里头很大的一个篇幅啊。不能不知道啊。孝敬两个字要做圆满是在如来果地上才做圆满了。孝敬是大德在我们佛门地藏菩萨代表。中国的佛法实在讲在整个世界佛法里面来说无比的殊胜啊。他以四大菩萨来代表我们修学的法门把佛法的重心都凸显出来。地藏的孝敬，观音的慈悲，文殊的智慧，普贤的落实。普贤是代表实行啊。不但世尊，也得实教，贤士无疑。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诸佛所摄一切经教，也都圆圆满满含摄在其中，一法不漏啊。我们不能舍弃攀缘心，就是不孝啊。佛祖教我们要舍弃，我们不能舍弃，我们对老师不敬啊。啊，父母希望我们有所成就啊，希望我们做圣做贤，学佛了，希望我们做佛做菩萨。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是不孝吧。所以孝这个字，这一个字概括了全部的佛法。我们要想做到真正有成就啊，要断烦恼，要把烦恼的根拔掉。根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实在讲，我平常讲经也有提示啊。我劝导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把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那个念头断掉，控制的念头就是攀缘心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对于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如果有控制这个念头，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念头都没有，哪里有行为呢？这个才与性德相应呢，与自信相应呢。我们要想见性，要想明心见性，这些妄念是我们见性的大障碍。你能够舍掉了，自然就明心见性了。可是你要是彻底放下，你必须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千经万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明白了，你这个念头自然不生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起这个念头，为什么坚固执着，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不晓得这一切法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这四个字你们都认识，都很熟悉啊，也常常挂在嘴上啊，会说啊。可是真正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性空，确实没有这个概念。如果有这个概念，你的心会清净啊，你攀缘这个念头会放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放不下，还有这个念头，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啊。缘起性空这一句没有参透啊。
还有这些毛病习气在。古无大德修行多半以《金刚经》是有道理，不能说没有道理。《金刚经》是禅宗五祖忍和尚提倡的，而六祖慧能大师就发扬光大的。这个经简单扼要，很容易提醒我们警觉，帮助我们改正错误的观念。像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很好的关照依据。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妄念才动，或是贪爱，或是嗔恚，要是把这一句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了。恢复到平静了，平静是真心的，真心是平等心，真心是清净心啊。攀缘心起来的时候，想想三心不可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那个攀缘的念头自然就放下了。最大的功德，最真实的功德是见性，没有比这个功德更大了。在净宗里面，无比殊胜的功德是往生的。老太太、老先生一生也不会讲经说法，也没有做什么社会慈福利慈善事业，但是他这个一往生一表现，让多少人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受感动啊，发心效法，增长信心，增长愿力。你想这个功德没有法子相比的啊，是念佛人听到看到信心增长，愿心他能我也能努力向他追啊。诸位要晓得，一个人往生就是一个人做佛去了。谁知道这是真实功德，这个是无比的功德。那些人天天认真努力在修学，最后把成绩展示给我们看。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成功呢？没有别的，攀缘心放下了，心地得到真正清净。如果把这些拉拉杂杂事情要是放在心上，我们的清净心被破坏了，平等心被破坏了，这个伤害就大了，一切随他去，侮辱随他侮辱，
啊，回谤随他回谤。啊，不闻不问呢，始终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我们完全依据佛陀经典教诲去做，就没有错。啊，这个是佛家的四依法了，依法不依人。啊，我们还特别从经典里面揭露啊重要的开始。啊，揭露了60几条，编成一个小册子，净宗同学修行手册。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几条先做到。经文太长，怕大家记不住，这个小册子随时放在身上，时时刻刻干，看看了要照做。经要天天读，读经就亲近佛菩萨，照做啊，这才是佛的真正弟子啊！啊，我们要做真正的弥陀弟子，要学阿弥陀佛啊，要学得很像啊！佛教导我们要自行化他啊，所以观经三福前面10页10句是自信的，幕后一句是教我们要化他。啊，劝进行者。啊，劝是劝勉。劝勉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要令他生欢喜心呐。欢喜心怎么生起来呢？一定把这些理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舍弃一切恶念，不造恶事。这个非常重要。果报当然就能够转移了。一切攀缘，那个一切里的范围包括的太广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世间法是虚幻的。佛法也是虚幻的。啊，佛法跟世法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觉迷。所以你一念觉，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念迷，一切法都是世法。啊，一念觉，法界就是一真，一念迷，这个里头才变现出设法界。啊，设法界是从迷邪染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三皈那个皈依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三皈是皈依觉正境的，舍弃一切攀缘。啊，迷邪然是攀缘的。啊，宇宙事实真相你搞不清楚搞不明白，那就是迷。从迷里面
升起的知见就不正，邪知邪见。不正之见必定造成污染，污染是烦恼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污染了。真心本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真心是什么样子呢？本来无一物，那是真心的样子。有一无都不是真心的。我们现在根性太差了，走本来无一物的那个路啊，走不通啊。所以换一个法门，换念佛。念佛有没有义务呢？有啊，那个义务就是阿弥陀佛了，心里有阿弥陀佛了，口里有阿弥陀佛了，有义务啊。有义务能不能成就呢？修别的法门不能成就，修这个法门能成就。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会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呀，再把这一物放下。这个法门方便了，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是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放下一切攀缘心啊，就攀缘这个阿弥陀佛。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没有这个说法的。我们今天的攀缘心确实放不下，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专缘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叫待业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更高一点的呢，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把这一念的也放下了，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那就能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这个阿弥陀佛的念不念？念。但是人家念的时候跟我们念不一样，他虽然念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完全称心了。他为什么要念呢？那不念不就行了吗？没错，不念是行。念是为度别的众生，给别的念佛人做个样子。你看看佛都念佛，等觉菩萨都念佛，念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看到增长信心，增长愿心。我们今天是有心念佛，他是无心的，所以他在十报庄严土，我们在凡圣同居土即使我们念到功夫成熟了，也念到念而无念了，我们的境界自然往上提升，不要去求有求就是有攀缘心呐，攀缘心是求愿的障碍啊，
所以佛法讲要有愿，不能有求。啊，求跟愿呢，确实不一样。啊，是很相似，但是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才算能搞清楚啊。愿是随缘是愿，攀缘是求。啊，这个才能够把它辨别清楚啊。啊，习求跟发愿不一样啊。啊，一个是随缘，一个是攀缘。啊，一定啊，要把它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功夫就得力了。啊，极尽因光明天王，他从这个法门修行正果。此地讲的解脱门，是指一真法界。啊，解是动词，解开，解开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他入一真法界了。啊，门是方法，他是从这个方法、这个门径的修行成就的，啊，证得了一真法界。啊，我们读了之后。一定要深刻的去体会，要时时提醒自己的警觉，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舍弃攀缘。啊，当然舍不容易，一定要把它淡化。这个攀缘的念头，攀缘的行为，啊，一天比一天淡薄，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就会有进步了。啊，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向祖师大德学习，不能向一般人学习。啊，现在一般人这学佛的人，世缘太浓。攀缘的念头跟行为太强烈了，这个不能学，一定要以佛菩萨祖师大德为榜样。我过去学佛，李炳南老居士多次劝我学印光法师，他那个时候我没出家，还是做居士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啊，苏东坡跟梁启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佛学家了。为什么不能学他呢？攀缘心没有舍弃。佛学虽然很通达，讲的天花乱坠，著作也很多，都能够诱惑知识分子，但是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啊！念佛往生都没份了，就这个不能学。这个开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是老师慈悲真实的教诲。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勉励，一定要真干，真干一定要把攀缘舍弃，自行化他随缘好啊，随缘是真实功德，无量功德。好，今天就讲到此地。